过来啥呀？过不来了啦！哎呀！来斗鱼收了，来斗鱼收了，抽子，教你带事，兄弟。哦哦哦哦哦！说说你啊，你个小渣渣！<笑>就你这走位，直接一雷给闷了，还跟我说我渣？ 这人单人试牌的，排得过他。想学 EVC，还得来找我。没有 DB，哎，我好像有一个人有 DBS 啊，对哦，有一个人有 DBS， 我听到枪声了，对，把那个 DBS 给他找着，太对了，这观众得老细心了，不说我都忘了，但是他搞哪儿呢？ 这，咱们这边很多跑车的啊，神装了，太坏了。 太坏了！今天我不弄死你，我今天。 操我！蹲车是吧？<笑>你说你惹我干嘛嘞？啊？让我走了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人都走了，你非得打我，让我回来弄你，那不就弄你来了吗？落地巴塔，完美前期。 这条航线直接冲一点。
用一点这个谷仓可以的，马棚。 三级套，我操，这把真完美！我操，你还看我啊？ 你还看我是吧？看啥呢？我在，对吧？我在等一个瞄你的位置，你呢？我操，大狙！来，你一下把我爆头。 你看，我这边拉点，他不知道。有这边白到他了，白到他我换了个点，看到没？这就是细节。跟三那个大狙一对的吧。 带大还带大仓，我附近都是车，我操，这么老多，乱七八糟的，怎么这么多车呀？
AWM 就在那个仓库里面。他下学期他要开车走，我也要开车走，我要训底边一会儿。马鹏找个甲，可以的。这有好甲。假的遍地都是，知道吧？山顶还有人，这个是开山顶的 SKS 98K。OK，换了个地方，兄弟们。还有自信遍地战，这个圈我们打过啊，最后应该就是这种防区加水的圈。主播，我有不玩的游戏账号怎么办呀，兄弟？你可以加一下咱们屏幕上边的微信啊，咱们这边传网最高价收号啊。你要是想把自己的账号换钱，可以来免费估价。觉得合适的话就直接卖给我，你想买号的话，对吧？你就直接看朋友圈几十种号啊，然后呢任你选择各种双马尾、绿头啥的，是吧？都有。然后的话，你不买号的话，啥也不干，加微信也有福利啊，回复"福利"两个字，免费领取一个加速器或者是皮肤啊，兄弟们，可以加屏幕上面微信这位水友啊。主播在游戏的阶段的话，就很少回复大家的问题了，啊。总之一句话，你加微信就对了。刚才我看到100个弹幕，100多个弹幕都在问呢，都在问。还有13迷你人，目前已经带着400经济，不是10杀了啊，没有赛套，看看这赛套我们能不能追一下啊。你的电脑帧数太低怎么办？也是加咱们屏幕下边的微信啊，屏幕上边微信，回复"提高帧数"就可以了啊，他会告诉你一个价格的。欠条，我操，空投砸脸啊！
OK， 绝活来了，一喷一绝啊！打倒了补不了啊，咱们也不打。能补了咱们再打。有托腮把吗？还打不了他。这里有四个人呢，哎呀，感觉好勇猛啊！怎么人家发现我了？完了，四个人就是牛逼啊，看起来就是有牌面。服人了，还有八名敌人，他们就四个人，四一二，多少个了？四加一，现在就剩七个人了。他们四个还有三个人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俩，差不多了。这个人数分布我基本已经 OK 知道了啊。左边俩，并且这个四个转移了。都在边边打架呢，四周打架呢。这后边怎么还有一个 M24？ 人数，有点算不过来了。找一个他妈这么多烟啊！对宝啊！不用跑多，兄弟们，非常舒服。
时间突然变得好安静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仨，别急啊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仨，是我目前收集到的信息。那么还有一个圈就到了我们的梅花桩了啊。我觉得我可以爬顶上去，我这个位置其实下去就不好了，下去我就要跑了。就是往左边拉，梅花桩在这儿，我怎么进圈儿呢？我这爬这个小坡，这小坡是圈吗？哎，变成小坡是圈。一直在打倒，补不了。缩圈啦！没有尿了，兄弟们，都喝完了。小靠老趴输。梅花桩决赛还有5枚地址。他妈，他们好像是4个人耶，兄弟们。
毒死了！他在家里边夫人被毒死了，兄弟们。直接完成决赛圈混烟1v4拿下本场的冠军。我们是怎么玩的？我们是烟王，以后就叫我烟王吧。我们是冠军，这不混烟牛不牛逼？4-1的局，混烟挨个喷，可以吧？16走一波，关注发送数十个奖品啊！兄弟们，大家想免费估价的啊，想把自己的账号换钱的啊，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全网最高价收号。然后想买号的，看朋友圈就可以了。任何人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回复福利，免费领取一个福利啊！我们是燕王，帅呀！哥主角单一威士啊！说呀，这把是艾德格，兄弟们，艾德格再见，喧嚣中你。如果这个 S 层有人跳的话，我们跳这儿也行。有人跳这儿，我们也跳这儿吧。落地杀，输出一匹。两三队看到没，这比别墅爽多了。而且这房子少，杀的也快。这不直接穿树叶把它给穿了，牛不牛逼？还抢了他个人头，爽不爽啊？
抽剑，这边还有三队呢，现在咱们慢慢杀啊，一点一点推。这把路队全靠我这物资算了，物资还是别要了，物资是垃圾，兄弟们，从来不认识什么物资，只认识我的 DBS 哥哥。啊！我最讨厌别人就穿这个。把他干了去。完了，盲射啊！见血不慌，反杀俩人，牛不牛逼？换个位置，上来之后他就扑空了，看着啊。换个位置，这个人直接杀了。我靠，我没分着，直接拿下，意味是横尸遍野。帅不帅这一波？一丝血了，我就知道他们这个人绝对会爆点。这个人差一枪，你们赶紧冲他。这个时候我打药是一定会死的，我必须要瞄着门口，来一个极限反应，一定要比他打得快。因为他们知道我采取这个信息，他们绝对会着急，是吧？他们就肯定会急。那只要我喷的准一点，其实我还是跟满血一样的，丝毫不慌，临危不乱啊！落地完之后，意味切，帅！帅炸了，兄弟们！落地三队应该没了啊！DBS 来的太好了啊，来的太那啥了，这波要是物资的话绝对是不行的，知道吧，物资不行。
要 DBS 的。这边有刷车点啊，咱们找车走了，拿城里边那个刷车点吧。走，住建筑啊，住新年，兄弟们，进圈的时候，兄弟们可以加加屏幕上面微信啊，回复福利，任何人免费领取福利一份啊。我操！我的巴沙来了，兄弟们，你说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。找我，你真是找死啊！你说你活着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哦，给我送 Barry 的是吧？我靠，还拦我的车嘞！怎么还剩了一个呢？是不是找死？这就是找死啊！还有24名敌人，我们已经巴杀了，非常完美的连接啊，人数也是非常的舒服的，节奏感非常棒，最完美的状态了。直接黄点冲了，全军防霸主啊，还找我的车，这是一号点有一个假车库啊，这个艾伦格假车库也是非常好守的。这不是那个卡车库房，我操！
这是那个迷宫楼房，也行吧。记错地儿了。不过冲过来时候没人就是好房啊。OK，这波我看看啊，这个圈儿这也不错，这边一会儿也可以过去，很好。一会儿的话，我们这个房间这么大，一定会来人扎的，先把他们嘎了啊，嘎了。绝对会有人来。橙子玩 APP 吗？APP 不玩。IPP 的话，那些人怎么说呢？都能秒人，不太好玩，知道吧？很难一 v 四人那玩意儿。为什么这么帅？嘿嘿嘿嘿，确实帅。IPP 可以玩，也可以一穿式，但是呢，没有什么观看体验，打法也会非常猥琐。没有什么视角盛宴，大家知道吧？玩 APP 的人也少，主要是人也少，基本一经常玩的都是那种老油条了，难杀的很，都个个贼精，你知道吧？新手是不会玩的，都贼精。供楼现在给你喂一波投掷物，没啥意思。哪像我们 TPP 干就完了，平地干拉直接被秒，呵呵，是不是？还有苏西米的来锁圈啦，第四圈他来了，看一下这个圈给谁嘞？好的，很明显不是给我，但是我可以不走，移一下，反正我这儿也没来人。不过第一人称确实挺能练技术的。如果你是个新手，你玩第一人称，然后你再去打第三人称，你说不定会很厉害，会有技术的提升。就去肉点，知道吧？去肉点，你就可以把敌人的这个，把敌人的这个，啊，就是可，你可以打敌人的提前枪啊。当你会打敌人的提前枪了，说明你的听的脚步的话也是非常的精，对吧？精细了。
不来人吗？来了。这车没搁我这来啊，往这边开了。下一圈得扎点了，这圈挺玩人的，挺玩我的，因为我没有狙，这种圈拿狙还能打一打，就是我近战的，他如果近点不来人的话，一点，对吧？一点进攻的这个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就是说硬扎了。人家房区本身有人，我开车直接撞，只有这一种办法了，非常危险。啊，下圈哪个房间在圈，我就扎哪儿。好，就标点这个，标点单独的这个，我能看到。哦，我空投嘿，可以把这空投顺路捡一下。会不会捡中球啊？好，没人打我，这边也没人，看起来就把车暂时停这儿吧，这能保车。我靠，这三一套拿的奇妙啊。现在海景房没人，这海景房因为有人的话早干我了，他没人，很好呀，这位置中心点呀，兄弟们，这一把又要急了啊。都来干我吧，来吧，尽情的，不要因为我是朵娇花就怜惜我，快干我，来多点人好吧，就不怕别人冲我的房子了。尤其这里边还有浴缸啊，浴缸房怕谁呀。哎，我们刚才标点我们来的地方有个人，哎，看到没，280方向，我们刚才来的地方有一个神奇。来车啦！来车第一时间要必须要给他打跑，吓他，不能让他贴着过来，贴过来就完了。上面有人了，搁点这儿。OK， 现在只有这两，我面前这个厕所跟我是安全区了，大房子都没有了，嘿嘿嘿嘿，这就有点舒服了啊，属于天命圈啊。
没了，就这三个，原点还一个，我操，这么猛啊！我寻思，这是谁的部下？这么勇猛？我就知道要被冲，因为我这个位置中心点绝对会被车干的，但是呢，你干不过来的，好吧，直接完成一穿四。你可以干，但你干不过来的。三个人一起冲啊，啥用呢？即使敌众我寡，末将也能万军从中取敌首级。兄弟们，一穿四，好吧，一点都不慌。还有四名敌人，兄弟们，别眨眼，别呼吸，还有四名小敌人，看主播怎么杀掉他们啊！这人在试探我，他们对我也有想法，那我就是同心圆，咋的啦？中心点儿在西，好吧，我还是中心点儿，我这个位置就是牛逼啊。OK， 好吧，没事，但是我这位置也很好，不是同心圆更好，可以把屁股清干净，然后往上推了啊，很好。这个人就是想搞我，知道吧？他在试探呐，他一直搁这试探我，挑战我的底线。这老登，再看我这里边有几个人，但我就不扫他，我就让他以为我这个地方啊很熊，很好惹。他慢慢的放松警惕，他就完蛋了。这雷跑不过去，有一个树杈挡着。人数的话，应该是一二一，山上有个大炮。哦，二打二，剩四个人，二打二，山上两个。好的，车后一个，山上一个，兄弟们没了。一打二吧，这两个人小位子你还别说，还挺难搞的。哎呀，别眨眼，别呼吸啊！看主播如何处理这种局面。
直接来一个五雷轰顶。一枪，这会儿不要补他，让他报位置，知道吧？这几个雷扔的真不错啊！我乱杀，直接拿下，单人四排竞技模式，深五杀之际，圈圈一 v 二，直接四颗手榴弹将他带走，这一个人必死无疑。我们是什么玩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刚才有人问说，主播有不玩的吃鸡账号怎么办？想买一个游戏账号怎么办？兄弟，回答一下你的问题，你加屏幕上面微信，我们这边全网最高价收号，你有不玩的账号可以拿来换钱啊。然后呢，想买游戏账号的加屏幕上面微信之后，看朋友圈有非常多的皮肤账号任你选择，什么绿头啊，各种绝版皮肤啊。然后你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，即可免费的领取一份福利啊，每一个人的专属福利。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，帅啊。感谢脸颊的办卡。再来一把豪宅。把 DBS 带走。
好，还有一队啊。还有亮队，兄弟们。主要是二楼有人，妈的，不好直接上他。二楼有人不打他俩，我知道在水池里面，不敢出去。我操，他扶人我都不敢出去。二楼居然不打他俩哈！倒霉蛋，还是遇到我了，宝贝儿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应该是个妹妹，这应该是个妹阿妹。爸今天必懂。我操！你这个老爷们儿，你穿这么粉干啥呢？嗯？他们一律都是粉粉的啊、哦。二楼那个没事，那应该是个喷子。男妹妹更喜欢了。Hello，兄弟。
Hello，兄弟，呜呼，兄弟啥呀？就这呀？还有我兄弟呢？我可没这么菜的兄弟啊！直接拿下，落地七杀，豪宅七杀，兄弟们，拿下豪宅，咋样？这一波落地非常完美啊，完美衔接，兄弟们。应该是没了。其实那两个如果没他在上面保护啊，早就死了。他也不打下面两个，我也不敢直接出去。这有车来我这儿，啥意思？这车的人还挺多，俩人。他的红点没拿是吗？那个人旁边有红点啊。这有一个。我那 AK 声音这么尖锐，没有吧？这两个人找我姐就简直就是找死啊！妈七杀的豪宅霸主还敢？这应该是他另一个队友，他们一队萨马丁的啊，我是这么样理解。两个，你看这边俩，这边俩。好，足以勾引他们过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四个都挺迷的，他不知道我位置，感觉我他妈隐身了，兄弟们，感觉四个人的这个意思完全被我拿捏了啊！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哪儿，非常的痛苦。他们已经被我打怕了，我感觉啊，
就感觉他们已经对我产生了恐惧，不知该往哪去了。直接落地11杀，拿下豪宅，我天啊！这把落地杀的还算个样啊！他们是萨马丁的人，我一看他们那小样我就知道了，想来这边劝架的。走吧，超完美前期。这何止是超完美前期，这落地11个，究极完美前期啊！进圈，咱们得拿个三级套，不打枪口啊，让着对面点。这都拿了这个什么补偿呀？这一压枪无后座，对面玩不玩了？对不对？还有21米地带，让着对面点。这房间有没有人呀？车都翻在这儿了。干了！反正有 DPS，他妈近战不怕。没有三件套，确实缺乏一点安全感啊，兄弟们。20个人，现在就你看这个圈儿，说一下就死了一个人。兄弟们，刚才看到有兄弟问说想买一个皮肤号怎么办？兄弟，你可以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，然后的话可以去朋友圈看个号。然后你现在加微信，哪怕你不买东西啊，只要加微信，给我们发个消息，发福利两个字儿，有就直接可以获得100%获得一个加游戏获得一个皮肤啊，他助理会发给你啊。获得一个主播这边的专属福利啊，无任何条件啊，兄弟们。戴个帽子啊！OK，16个敌人，妈的，这把绝缘圈就杀个5、6个就可以了，心满意足了。没有飞机落下。
确实应该找个千口补偿器。来了，兄弟们，这个飞机看能不能拿啊？拿了之后就是如虎添翼了。我操，这么老远呀！而且那边是人堆耶。哎。那也得去，兄弟们，主要是想杀人了，落地十一杀有点不够杀，说实话啊，咱们去木头那边杀波人吧，啊，就十一个，说实话真不够我们杀的。那边防区有人，两队人在打，这空投在他们左边，应该他们不会接。好，就在山后，非常完美的一个位置啊！你看，独边那边打烟，那边是有人的，很好。捡完之后直接劝他们，这他妈是不什么玩意儿的枪？过不去了也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嘞？直接上啊！其实他们打完了，现在也没必要上。他们已经打完了，现在去的话，无疑就是让他们全部的意识都来集中我，去那个厕所吧。撤下去，他拿我没办法。我操啊，你他妈直接过来。你真过来呀你。真过来呀，不是吧？还有五名敌人，就五个人了。他们打起来的话就没人了。再炸起来了，他们。感谢老铁送来的六倍镜。好，倒俩，
五个人倒了两个，也就是说现在站着剩三个人，两个人开枪。OK， 现在就剩三个人啦，三个人了，他杀了两个。三个人是吧？一 v 三了呀！没步枪很难呀，一 v 三了，兄弟们！对对对，然后浮起来了，就在浴缸房。别眨眼，别呼吸。看到一个在红拖拉机后面，一个。目前只发现 number one， 一个，第一个。也不是很一定，万一这右边还有左边左边还有一个呢，他们三个人怎么不上呢？按理说他们会冲我耶，为什么如此安静？两个人确定了，两个人了，我已经看到俩了，我已经看到他们两个人了，围墙一个，房子里面一个，第三个人我就不知道在哪儿，知道吧？其实我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这个身位会拉得很大的。你现在的话，我就不敢。反正他们绝对是两个人。好，他们要跑毒了，兄弟们。像俩像啥呀？我操！一炮！OK， 最后一个人在后面呢，我操！一打二打一，不是一对的，看到没？后边的人早就瞄着我了。黄色饼干，这一下就得劲了，不是一对的，很好。但他好像中心点，这个人我屁股露给他半天，他没打我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人坏的很的，很有耐心啊，这人。我一打架他就给了我一枪。想当黄雀是吧？
人呢？我车还在不在呀？车在左下角，这他妈咋办呢？这圈进不去了，这圈，我只能去那个车那儿了，行吗？九八 K 我不怕他。干啥呀？只见一个拉车锁头，呸，秒头，拿下单人四百竞技模式，是五杀之际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直接拉到车，这波必须要拉到车，而且他刚才跟我对枪的时候，他中了我两枪，知道吧？我们是冠军，小六走一波呀，帅呀！刚才有人问主播买号卖号怎么办啊，兄弟，你买号卖号的话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咱们这边传网最高价收号，然后呢你们现在加微信还有免费的福利相送啊，加微信之后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，免费的领取福利啊，有可能是加入去，有可能是皮肤，去领吧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。Found you. I cried and the tears fell from my eyes like a waterfall. And I swear I could feel you in my arms, but there was no one there at all. You were my clarity, I swear. All alone in a daydream, yeah, there was magic in the air. And you were right here beside me, held down like an angel with no wings. I wanna fly again, I just can't get you off my mind.直接豪宅，兄弟觉得更新之后这些人变猛了还变菜了，变菜了吧，哎呀不呀，就那样，也没枪没菜没变了。Gonna be up all night. Whoa, I'm gonna be up all night. 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. It's tearing me up inside. I just can't get you off my mind.我操！你看这些人多不多？呵呵呵呵，跳车库。会玩啊，都他妈会玩的。拉我他妈架了，来！我又拍到他了。
大包呢？让你操了。楼梯还有人呢，好他妈狠了，怎么阴起来了，我干的。一楼有一个，这四个房子里边呢，不知道哪个房子。恶心呐，这喷子！这他妈会玩啊，这逼有柏林裤。你爬上去了，真敢爬呀你。爬了呀。我现在你会揍的呢。他扔白白的我正好。会玩呢马会。都是高手啊兄弟们。要。妈我看着他衣服了你知道吧。熊猫体能正常人。不应该周六撞车几率小吗？今天怎么还多起来？老多这种算是玩意儿的。还有现在有扛人这玩意儿的，要不你就按那必死无疑。死完了，这是差不多了，大家可以走了，车没了。
看好多东西吃这里，我操！老多老阴逼了，你别看了，走吧。那他下午这不炼狱难度吗？打，打个屁！是有点难哦。晚上简单，晚上也可以。走，直接这个车，酒吧可以不要，没有狙，没有背镜，知道吧？先拿个 DBR 先防防身吧。你看，干你了。两个两个，别对了，干跑了。两个吗？我就看他一个。丢人了应该。丢人了，弄他。这怎么有九个破的跑车呀？我看着了，空堡雷地方啊，炸他了，炸他了，烟儿里的，我也不敢抽啊。快点石头，我操，快快快快冲到那个石头，再换一个团，我操！妈的，这几个几把吧，有一把，一把，给我们乱扫，兄弟们，那个枪声死了，进点全石，补的还是杀的，进点全石。那车呢？看到了，老他妈吓人了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我操，这队他妈叙利亚的啊！四个兄弟，没事，照杀照杀，别怕。牛逼，还有一个，我头上170，我瞄的方向，速烟。哎呀，这逼太，这队太虚了啊，兄弟们，太他妈狠了，直接拿下一穿四，副队长直接躺我，怎么直接没了呀，哥们儿？我被你右边那个打死。OK， 还得是队长啊啊！帅的一批。关键时刻还是得靠队长，这副队长这个还是差点感觉啊。又来了，我还去那个位置，我还在这儿。三个，这车上。
咋不死啊？我操，你的连狙哪去了？你的去连狙的。再打呀！把这个打了，他们就废了。感谢贾斯汀的两架飞机，谢谢贾斯汀，谢谢我贾斯汀兄弟的双飞呀、啊，谢谢。大谢，都把局干了。有机会干掉他一个。我们可以走了，随便填点子弹，撤退。突防狙得了，还是拿喷子吧。OK， 那他们那个黄金跑车能开吗 ？OK OK， 走走走，这不能，这不有好车吗？这，他这个跑坏的，我有。三阶段了，我靠，和尚就没了。谢谢贾斯汀啊，谢谢贾斯汀兄弟的双飞，爱你救命，谢谢。哇，这一轮连少了一个呀。啊，对呀。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。OK， 能完美进圈了啊！落地巴扎，完美前击，超模前击，超完美前击。来，开车，司机。你在跑吗？开这个比较好吧，这个后面可以坐。去哪儿嘞？看看呗。就下边烂尾楼得了。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烂尾楼没问题，他们是在大仓的。大鼻子吗？对呀、啊，干他得了。别来！
别回去。进烂尾楼，我一打试过无数人，那我就打狙去了。他们怎么不敢过来呀？这么怂的？不应该吧，兄弟们，这么怂的？打烟儿了，不接啊，不理解。空投，但是向好向大的啥意思？可以呼吸了，兄弟们，先呼吸啊，先呼吸！我操，忘了，他没过来，就先呼吸吧。不知道为啥不过来？这里杀有点。不掉他，不掉他，空一下右边。死了差，早说呀，早说呀，好兄弟，早说早让你呼吸了。我操，都是五六啊的。OK， 我们不是圈，倒霉蛋子。拿迷你啊，你先拿迷你。确实。有迷你啊。BS 我就不要了。AK 子弹给你了。哎，他们在仓库里被打倒了一个。嗯。连杀带捕。哈哈哈。哎，我们对我们这个大仓里边，他先跑过去。好一个，干他干他，走！杀，副队长。打在左边了，他打在左边了，我们停右边。但一定要贴这烂尾楼他。别上去了，别上去了，有大狙。上面那狙。冲！两个。楼上一个。等会儿，咱俩这样。冲楼上就行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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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这逼他妈连他队友都伤，谁来了？被爆头了，死了！他连队友都伤，我操，他妈太狠了，兄弟们，受不了他了，受不了他了，他简直是太狠了！我的老天爷！这俩人必须得干掉，要不我们没有位置。哎呦，是一名敌人，加油！这 A 打 M 有点难打啊。因为我们靠山右边就可以了。三级甲，下边。他在那个树后边的。过那里，一起打他！大狙啊，石头后面是个什么？左边，大狙在左边。石头后面是 DPS。打他干啥呢？别打他了。不打他，我们要走啊。我从右边走就行了，我们到这边点儿。跑车，我们跑车。这不用走，就到贴个山上脚下就完了。不开过来了是吧？来我的，来我这儿，开个屁，走吧。听队长的。精彩刺激的决赛圈来了，兄弟们。这山顶能爬呀，兄弟们，爬上也得了。不打右边吗？这边有一队的，我前面。那你架着。